国产署中区分署南投办事处今天在信义乡举办信义坎角寮段国有土地承租说明会，让民众了解承租的顺序及相关注意的事项，协助大家取得第一优先承租权。县长李明珍、县议员谢明谋及办事处主任陈进策都到场致意。坎角寮段位于陈友兰溪，因为溪流长期冲刷，于溪流周边形成新土地，未有编定地号。部分民众约在1984年获得经济部水利署第10河川局许可使用，国有财产局并于1996年将土地划出河川区域。国产署于101年办理土地第一次登记，并编定地号为国有土地，103年改编为农务用地，未来让民众以承租的方式持续进行耕作，保障其耕作权益。林县长表示，第四河川局已经做好陈友兰溪堤防，堤防将土地与河川隔开部分，也改为农牧用地。为了让原有耕作民众能够承租使用，特别办理说明会，提供承租相关资格以及程序等资讯。咱信义乡哦，陈友兰溪啊，伫88水灾的时候，把一些河川地当一寡百姓种作的这耕作这产农，去有88水灾啊。去予水吼，甲冲掉去。我迄阵担任立委啊，向咱第四河川局啊，争取做一个堤防。因为咱即摆即堤防做好了吼，变作咱即个耕地即个复耕即个部分啊，即个农民吼，已经嘛拢种作真久啊，所以堤防做好了啊，我一直咧争取吼。咱个陈友兰溪即个河川管制线吼，会当对堤防即部分吼，堤防来个改地啊，咱河川局嘛真配合吼，对即个河川行水区即个改造吼，改造吼，毋是行水区啊，变做咧一般的即个农牧用地吼。因为我当时啊，为着要符合啊，互咱遮农民会当承租啊，特别去叫咱国有财产局吼。南投分局吼，来甲咱办即个变更变，办即个用地的即个登录，登录了吼，拢甲登录一般的农牧用地吼，所以即一般的农牧用地啊，即个咱目前吼，咱来占耕人啊吼，对当来承租来使用，所以即个所需啊，对我担任立委，甲即个做馆长啊，会使讲将近要将5年的时间啊。咱嘛真感谢吼，咱国产署吼，咱个南投吼分局吼，咱个即摆目前个即个陈主任真正配合，即摆个即个手续拢办好啊，今日来咱信义乡公所吼，邀请咱只农民吼来做一个说明会吼，咱以后即摆你若要办承租吼，爱办准备啥物手续，互咱只即个咱只县耕农啊。即个农民会当再了解吼，即个我所了解，即个目前吼，咱若要办，即个已经变为一般的农牧用地啊，咱个农民若要承租吼，就是爱有迄个，82年以前吼，你所承租的即个证明文件啊，才有法度。即咱即目前吼，咱信义乡吼，咱即农民啊无即个符合的文件，所以我。来听了，即要申请办即个承租啊，伊一个即摆伫一个第五项内底吼，都上好办的，就是讲经过咱政府机关吼，有参加即讲习40个小时吼，就会当取得即个资格吼，就会当来办承租。所以这方面我讲拢即摆目前咱遮农民拢无即个资格吼，我会叫咱县政府农业处吼。甲咱信义公所农业科吼，会当利用这个机会来办一个讲习吼，请咱遮要先租遮吼，遮农民吼，暗时来遮吼，讲习一下吼，差不多40点钟，咱就再发一个吼，从事农业吼，这个工作的证明书互因，就当办承租啊，这个手续吼，咱是县政府吼，甲配合公所紧来甲。来甲办吼，即个讲师啊，互因取得资格，互因当顺利吼，即来承租吼，因即目前啊，伫做遮农地安尼吼，互大家系当得到吼，即个保障啊，县政府决定系认真来甲配合，互大家吼，
也当取得这个资格。会中，由办事处进行国有耕地放租法律说明，有关放租对象以及顺序。第一顺位为82年7月21号之前已经实施耕作之现耕人，或其受其耕作之现耕人。第二顺位有国有耕地所在地农渔会、乡镇市区公所或其他政府机关出具之证明。第三顺位为82年7月21号之前已具有行为能力，且于同日前成为国有耕地所在地村里长出具之证明书。第四顺位为农业学校毕业青年或家庭农场从事农业青年。第五顺位为5年内取得农业主管机关农业专业训练40小时以上证明文件者。同一笔耕地由先顺位之申请人承租，同一顺位有2位以上人申请，同在公告受理申请期间内申请时抽签决定。